前刘莹亮相某秀场，亲口证实电影《怒爆2013》原型是她和郑钧的爱情。这个电影本来就应该是我演的，然后剧本也是我跟这个剧组的人一起创作了一年多，然后它其实也是根据我跟郑钧的一些生活上的原型写的，但是后来因为一些阴差阳错我没有演，所以他剧里的名字，那个女主角依然还是用我的名字叫刘云。当天主持人李艾、演员邓家佳等众多圈内好友一起观看了文浩天2014春夏女装成衣秀。整理报道。